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每个星期三晚上8点 My Talk 美里时事，无所不是，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还没开始之前，请允许我我们的嘉宾乖乖坐这边，先允许我谢谢我的赞助伙伴们 ：Synec Solutions and Number Hut、T Home 炫音乐工作室和 Sunrise 顺成利贸易有限公司赞助我们的这个制作费，让我们有能力真的有钱还这一个 studio 的租金，还我们每个月的这个 internet 还有还一些电费、水费、杂费。好，之余还有能力Sunrise 赞助我们30包5kg的这个阿妈的米，在我们能还一些基本的费用之余，还有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尤其是在现在这个这么严峻的疫情底下，真的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收入，失去了这个稳定的收入了更多人需要我们的关怀，我们的帮助。同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没进入今晚的直播，请你们帮忙我把今晚的直播分享出去，分享去各大区站可以吗？可以啦，反正是可以分享的，自己的面子书分享去给你们的亲戚朋友，让我们更多人来看到我们的节目，听见今晚我们的嘉宾阿亮的故事，阿亮的声音。同时间也请有能力的朋友们高抬贵手赞助我们在我们的这一个 comment 的链接那一边会有我们的银行户口，我们很需要你们的支持让我们至少我是很多年真的是可以讲很多年很多个月都没有什么 income 了。好，赞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至少有能力可以跑得更大力一点，跑得更远一点。好，谢谢你。好，回来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阿亮出场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亮。OK， 亮，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请到我旁边的这一位帅哥阿亮上来节目呢？主要今天我们就是谈一下我们的这一位整容达人。怎么说整容达人呢？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现在我在我身后的这一个屏幕，你们就看到这一位帅哥这边里面，在我们的这几张照片里面，其实并不是有2位帅哥其实就只有1位帅哥，从头到尾都是他，你们没有看错对，这位也是他。之前那一位也是他，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晚的这个请来的我为什么整容？这位整容达人就是我们的阿亮，大大小小整容了多少次？亮，来你来讲一下。前后后应该有15次，超过吧？从几岁开始你会？从几岁开始啊？从开始整的第一个项目是我先做双眼皮。那是如果没记错是2013年开始。2013年就是大概8年前。那时候你就先整你的双眼皮。对。然后过后呢？过后我才开始整鼻子。停一停观众朋友们，我们先来问问阿亮，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到要去修整自己的这个双眼皮？是什么原因？什么缘故？如果要说为什么会去整，其实太多因素了。来，一说给我们听，不要紧，慢慢的。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胖子。我的体重最高去到120公斤，120。那时算是我看不到我人生的希望吧，胖到这样，因为我一走出去，每一个人都说死胖子，死胖子，然后你这么黑，这么胖，黑，其实对我以前也是很黑 ，seriously 黑，OK，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像真。一针一针的刺进我的心里，从小到大都这样子。对，从小到大，所以到了开始我开始觉得有那个想要整容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整。有整容的知识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去整。几岁那时候开始有这样的念头？几岁？应该是2008年，因为我2007年毕业嘛，就2008年开始，哦、我就开始出社会做工。嗯嗯。嗯 你本身是美里人吗？亮啊，我是美里人啊，是道地美里人。所以你出来社会做工，你就开始觉得自己一定要改变。是，可能也跟我的行业有关系，嗯、所以我就一定要去做这一个项目吧，就去做这个整容。嗯，嗯其实我的家里人都很反对的。嗯嗯，非常反对。我都是先斩后奏，我做了才回到家，所以我家里人都是大跌眼镜那一种。 嗯，然后就家里人很反对。嗯 ，OK， 我们就说回第一次，那时候你第一次去做双眼皮，回去就完全看不出，眼睛一定怎么说啊？对不起，哦，主持人太笨了，什么叫完全看不出？完全看不出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OK， 就是说不会有伤口的，对吗？其实我第一次做的这一个是不会有伤口的，嗯、因为它是埋线，它就是把那个线做在你的眼皮底下。 嗯，所以它不会有伤口，但是红肿是肯定会有。所以你回去家里人是看得出有红肿。对。那家里人很反对，怎么样反对呢？那时候，因为都做了回到去怎么办？因为我家里的人可能就觉得，一个很好的样子，你为什么要去整？嗯。但是之前人家说一些攻击我的话，我一句都没跟我家里人提起过。嗯。所以我这些都是我自己默默在承受。承受。对。 哦， 我自己一个人自己在承受，然后过后，其实也是鼓起很大很大的勇气去做这一些整容的，嗯，就是算可以是冒着生命危险吧，嗯。那你还记得了你第一次那时候你去做这个双眼皮的时候？ 其实双眼皮，对不起，如果我讲错的话，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 comment 那一边啊留言啊，告诉我指正我啊，但是不要用太粗俗的话来骂我啦，我讲错，你们讲主持人你讲错了，请改过，这样就好、啊，不要骂错话哦。哦、啊，我北打喊的，我会裸的哦。OK， 不是 ，OK， 好，sorry， 谈天那个 ，OK， 来回来。但是其实据我所知，双眼皮应该并不是什么大型的那个整容手术，对吗？嗯，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对不对？对。OK， 这样你第一次，你还记得那时候的第一次去整容的时候，你决定去做那个双眼皮，对、嗯。 你那时候的心情，你会有感觉到害怕吗？会，因为其实有人陪你去吗？没有，都是我一个人。哦，对，都是我一个人。我做任何一项整形，嗯，我一个人去，到最后我有一个朋友会陪我去，因为像你说的，可能缝双眼皮是比较小型的手术，所以我可以自己去一个人去面对。 嗯，所以你那时候的心情当然是一定会有紧张。对，当你躺在那一个会害怕。当你躺在那一个床上的时候，就是那美容床上的时候，嗯，就是我会想的我会有想好也有想不好。第好就是讲，终于我要变美了，我要变好看了；不好就是可能我的眼睛会瞎。嗯，因为。 我相信我在我整形的时间、整形的时候啦，其实还不是很多人会去整，还不是很流行。那时候你去整容，帮你整容的那一位整容师，那个医师、是你认识的吗？我不认识的，不认识的。其实。 那你很勇敢一下哦。对，我就觉得我想回来，可能我一想回来，我讲我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勇气，我先看到我的朋友，他先去整，整了我就，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先开始整他双眼皮，我就讲，你去整，然后我就跟我的有一位很好朋友，因为当时我也没什么收入，因为我也还比较小，对，所以我也没什么收入，我就跟我的这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就说，我说你看他去整。 然后我也是很想要去整，当时我还跟他借了这一笔钱，我去做。多少钱？他可以大概讲一下一个数目，大概啦。2300，2000。算是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个算是便宜还是贵呢？其实，以这样的价钱，如果你是以现在我之前做的价钱，已经是很贵了。 很贵是很贵，对。哦，但是因为那个医师是很有经验、很厉害的医师，还是怎么样？如果你要说他很厉害，其实我给他做太多次失败的例子。嗯，我做很多次都失败。可是他是你第一次去的那个医生。对对对，因为我也不能全怪的那个医师，对，因为可能当时我去做的时候我还非常的胖，所以那个眼睛的那个算很肿，所以基本上用埋线可能会达不到我预期的效果。嗯，可是亮，你对着我们的镜头不要动一下，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好，你的那个眼睛，我觉得帅啊，很好啊，老实说，如果是真的是很行哦。如果是之前的话就。特别小，现在照片这张是吗？嗯，这些都是整了过后，如果是还有一张吧，比较，这些都是整了过后的。嗯，那时候你整了回去，嗯，可以第一次整容，你当时躺在这一个手术床上，嗯，你除了紧张，除了害怕，你心里有没有想到回去怎么面对家人？有，我说我要怎么说？嗯，我要怎么跟我的父母交代？你家里有多少个成员？包我的兄弟姐妹7个。你是排行？第2。第2。嗯。所以上面还有姐姐、哥哥。啊，我哥哥到我2个弟弟，最小是妹妹。哦。嗯。父母亲会对你很严厉吗？其实我父亲对我会比较严厉。嗯。然后我母亲就，其实说她会说这一些也是在关心啦，老实说，嗯。但是，我看我的兄弟姐妹为什么都长得这么好看，这只有我一个最胖的。嗯，跟他们比起来，我也算最丑的，所以我也是我一个想要去整的一个因素了。你一路来啦，亮，从小到大，其实你有和身边的朋友、家人分享过刚才你所说的那一些，像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言语上的霸凌，被同学欺负，被朋友，你有把那种你不舒服、不爽快的感受去向朋友，或者是家里人，可能有点难。对，朋友有吗？有试过朋友讲过这样的经历？在那个当时是没有的，是没有。对，就可能过后就出了社会，我才会说回我以前的经历。为什么？因为你本身很内向。是比较内向吧。哦。所以你读书时间也没有太多朋友。朋友就来去那几个。但是朋友通常都是拿来损的，不是吗？OK， 可能叔叔年纪大了，我觉得还是可以分享啊。有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这东西，和朋友讲。会和就是当时是不可能会跟朋友说的，因为也怕他们会这样认同。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你。对，也可能会取笑。可能我跟我的朋友可能当时很好，但是他心里可能也是讲，你很胖，可能跟你一起出去会觉得很丢脸。你。其实在这边我对不起观众朋友们，请允许我题外话一下，问我们今晚的嘉宾啊，亮，你有觉得亮之前你从小到大到今天为止，你有试过去寻求一些心理上的帮助啊，还是一些怎么样的那个咨询吗？没有。你觉得这个霸凌对你是承受还是承受得了的？其实它多少会在你心里造成一个阴影，即使到现在为止，因为真正我从小学开始就很多人在取笑我，到了中学你开始有了那么一点的认知吧，算是认知还是知识，这样开始对你也开始会比较要怎么说，会比较慢，对不起，算是会比较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外形，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就他让我我同班的同学让我非常的生气。就我们上的每个体育课嘛，都一定会要在你的那个记录上称你有多少公斤，所以老师一把秤拿出来，一叫上我的名，所有的同学就站在前面。就开始取笑，这个一定是最重的，因为老实说，以前我在学校，如果是算重量的话，我有名次的。那时候是中学中几？中二。有大概多重？130。中二130。算真的是蛮重。很重。Okay, 然后所有的体育课我都拒绝的会去上，因为体育就第一。你这么大只，你一流汗肯定会有那个味道。当时学校也没有得好洗澡，所以我肯定是，一到体育课我一定逃课。所以就一直在整个求学生涯，就因为你的体型，对，可以体型就被别人一直讲。然后我也有开始上台唱歌比赛嘛，当时也是有。蛮多观众看到我这个体型，然后就说：“哇，你这么大只，你还敢在上面又唱又跳？”因为当时我选的歌曲，一路来唱的歌曲都会比较轻快，所以会用又唱又跳，所以他们就会在上面跟其他的人说，传到我的耳朵来说：“哇，这个人这么大只，还敢在上面跳，还敢在上面，好像。”属于自己的舞台这样，你还记得什么时候哪一次的经验令到你开始觉得不行，我要改变了？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社会工作的时候。是开始出社会，为什么？怎么说？在学校应该遇到更多人嘛，在学校应该更多人更密集的，你才会每一天听到对不起啊，我用那个字眼，我不是在说你，现在你肯定不是你，就是你一定才会听到更多的那些什么谁肥宅啊，胖子啊那些，因为学校很多同学吧，出来社会应该，其实比较差一点吧。其实，我们的每一个阶段看的人肯定不一样，你所在意、你所在乎的事也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一出到社会的时候，就算我去咖啡店喝茶都好，胖子你要喝什么？其实这一些，我一出社会，他们还会这么叫我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从那个时候你出来做工，你就铁下心肠，你一定要改变自己。对，我在我有。很坚决要改变自己的时候，其实我有跟我的家里人说过，我讲我很想要去做这一些双眼皮啊，做鼻子，但是他们是反对的，所以但是我最后还是去做。那个反对的过程是怎么样反对？很激烈的反对？就说为什么要去做？人长得好好，为什么要去做？你生下来是父母给你的这个样子嘛，你就。应该带着这个样子这样活下去，但是对我来说，如果我是跟着以前样子活下去，我相信应该会有一点过不下去吧。因为老实说，我当时不是就被人一直这么称呼胖子啊，这一些称呼之后，其实我有想过要自杀。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负能量的人，对很多事情我都会先做最坏的打算。那你怎么去扛过来呢？那时候怎么去扛过来？在你最难过的时候，你有想过怎么样去求助？你有想过跟什么人去求助吗？没有。你就想到唯一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在我很想改变自己的时候，我就想算了，我结束自己吧。所以我尝试过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不起，我就直接说，有把你这个这样愚笨的想法付诸行动吗？有试过吗？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这边要叮咛大家，千万不要重复刚才阿亮所讲的东西不要去践踏自己的生命。对，其实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珍惜生命。好，不要去尝试做一些伤害你自己、伤害你身边、伤害你任何你爱和爱你的人。好，回来，好，亮，改天都不要再这样子做了，好吗？肯定不会啦，肯定不会。OK， 那 OK， 我们回来整形，那时候你第一次去用你的那个双眼皮的时候，用了多少天才 recover 来了？真正完全修复需要半年的时间。哇，因为我的皮肤是比较敏感，算是敏感的吧，就它会比较，如果有伤口，它会比较慢。 修复回去的，所以我的时间会做什么都一般会比别人长一点。所以在那半年时间，你还有持续做一些其他不同的疗程吗？在半年没有，就是一直期待着我的，我的双眼皮，我就一直期待着，但是第一次却让我面对很大的失败，这半年后才发现到很大的失败，还是怎么样的失败？ 就是做了，当场就觉得第二天、第三天消肿了，就觉得很不满意。当时还是非常满意，因为无论你做什么项目都好，半年的时间是最好的修复时间，就是你收成果的时间，就是在这半年。因为即使其实我一到了3个月，我就觉得我很不满意，但是我会跟我的那一个整形师说，讲我的眼睛我很不满意，他说你要给你自己时间，你要到6个月，什么整形都好，你都要到6个月。 你才能看得出你要还是不要，好还是不好，完美还是不完美。那过后你还接下来还有去做其他怎么样的整形呢？我就去做鼻子。同一个整形师。不同。这也是。第二次那是。对，第二次。OK， 你为什么不找同一个整形师？算是。 价钱的方面吧，价钱的方面。那你做鼻子，你是把你的鼻子怎么样调？其实我的鼻子现在做的是骨粉，应该它那个是当时很久的技术，它就像一个 silicone 这样，它是水性的，但是它一把它注射到鼻子的时候，它会变成硬，它是一个硬，然后它这个是也不像玻尿酸这样，它会消失，它就一直到你一直到永远。 所以你把鼻子弄挺，还是弄小，还是弄大？弄挺，弄挺。对，因为我的鼻子是那一种，像一个，如果你是侧面看是一个 C 型的，就你鼻头很大。所以我戴眼镜什么我都会很容易掉。再接下来呢？那你还有去进行一些怎么样的整容？脸部拉皮。脸部拉皮是怎么样？可以来给我们？它是那么长的针，它就把它插进去，它里面有一条线，它是。 拉，他就用那个线把他那个皮肤是撑起来的，所以那个针是在线吧，算线吧，线，然后在脸里面，对，因为没勇气削骨，都是同样一个医师吗？刚才我们听了有2个医师，这一个做鼻子和做脸部是同样一个吗？不同，其实我蛮3个，算起来有4个吧，4个，那第4个是做什么呢？第4个。 就做我的双下巴，因为因为那时很胖嘛，然后过后就开始有慢慢的再去减肥，所以那个下巴从这么大突然瘦起来，它就很像蜥蜴这样掉掉。那个是我很不 out of control 的在讲，你在讲着我的下巴，我就在握着我的下巴，然后所以我就去也是放线，就用那个线去把它拉起来。可是啊，你看啊，我们讲这几次的那个整形的过程中，梁都没有提到你的这个身材、你的体重，你只是在改变着你的脸哦。这你怎么样令到自己变瘦下来呢？真正瘦就是也是因为开始。 整容过后，其实我一出好学校过后，我就有减肥，但是我的减肥方式我很喜欢吃，但是我不介意大家学我，因为我一吃好，我一定回去吐，我就抠，对，但是那个真正也让我瘦不下来，就你只能维持在那一个身材，那你怎么样瘦下来？你先开始整形。 过后才去减肥，还是你在你整形把自己变得更完美、更帅的同时间，你也在减肥？两个一起还是不是？你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做。因为整形需要那个时间嘛，所以我就用这时间也是在慢慢的。啊。因为我其实真正让自己瘦下来的时候是有一个健身房，它举办一个瘦身比赛。嗯。嗯，我是为了奖金。哦，奖金多高？奖金也不多，1000块。你有得到？我得了第1名。哦，所以就是那一个比赛让你从120 kg 变成80。啊、那120是我最高峰的时候嘛，最胖的时候。但是我开始就出社会的时候，我也开始会注意控制对我的身材，因为所以就有瘦到110吧，110公斤。哦。然后过后就慢慢的你。我真正瘦下来是用2个月的时间，瘦了20公斤。我怎么样瘦下来？我不吃糖分、盐分、油，我所有的食物都是只烫过而已。哦，没有吃糖分、盐分和油，任何调味品我都没有吃。哦，白米、淀粉。不吃淀粉、米面，除了米粉，面包，除了米粉，对我吃，粿条不吃，哦，肉呢？不吃，我就是菜、水果，肚子饿的时候就吃，肚子饿你就只能忍，你就跟自己说奖金。一天吃多少餐呢？两餐，因为我不吃早餐。有喝咖啡那些吗？我不喝，也没有喝咖啡，没有喝茶。我现在只喝奶茶。那2个月，2个月多久了？2年前吧。2年前。那两个月，那时候在你面前是有很大的目标让你去追求，就是金钱。那1000块，那个比赛是多久的那个时间了？2个月。哦，2个月。哦，所以就在那2个月，你为了。对，其实我瘦下来过后，我也面对了蛮多的问题。比如，每一个人看到我，你吸毒吗？还是你生什么 cancer？ 对不起哦，观众朋友们，这个我真的要很慎重的告诉你们哦，吸毒是不会令你变瘦，只会令你变死。对，哦，是吸毒 confirm 不会令你变瘦，它只会为你带来死亡。所以，朋友们，千万别吸毒。错的，肯定是错的。吸毒减肥是白痴。告诉你错的，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对，不可能，好，它只会令你死掉。OK，然后过后那朋友就他们又来怀疑你，对，所以过后其实就我的脸就开始，因为瘦下来就开始会塌，所以我才开始后期我才开始去做一系列的修复、拉皮、埋线，可是啊，从头到尾这样子。哦，意思就是在2年前你还没有瘦下来之前，你没有进行太多的整形的时候，就我当时只做了鼻子、眼睛和下巴，就这4个对吗？刚才我们说的啊，双眼皮、鼻子啊，拉脸皮是吗？拉脸皮是后期哦，后期哦，对不起，那3个做了双下巴，然后你就把自己瘦下来，那时候瘦下来，除了朋友去质疑你啦。也觉得你有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有没有说自己的生理受到怎么样的影响？不会，可是其实瘦下来真的是，你很幸运哦，你这样子2个月这样不健康的方式，对，减肥你都没有，不介意大家用这个方式，真的很不建议耶，很不应该，对，你很幸运哦，你没有没有受到其他的那些 effect，哦，很好，touch wood，真的是你很幸运。然后瘦下来过后呢，你就开始觉得自己会有OK， 你心理上有什么改变？那时候当然也会稍微比较自信，会有比较自信，因为我如果是上课什么都好，我一定是坐在最尾一个，不管是上什么课，或者是过后我去进修的任何一个课程，我都是一定把我自己坐在最后，因为你很自卑，对，我很自卑。那在你瘦下来过后，你去咖啡店，你可以坐门口了咯。瘦下来过后，我就没有听到人家在说“胖子，你要喝什么？”所以你去咖啡店应该也吃多2碗饭了。其实我一路来，我胖的原因，我也不是因为吃饭我才胖，因为我一路来我都不吃饭的。嗯，这样你过后过了那2个月哈，亮啊，你有恢复回正常的饮食，还是你到今天2年后的今天，你还是已经习惯了，你很少吃这一些怎么说油脂啊、肉啊、淀粉类的东西了吗？我会选择性，今天我多吃，我明天我就少吃。嗯，因为我现在看你身材是很标准，老实说，很标准的。看哪用肉？我还不买100，因为我会有一点，我自从我的顾客啦，我的朋友都说，哎，你生病还是什么？为什么一下子这么瘦？过后我还是有让自己胖回一点。哦。到他们口中说，这样就很好，我就停。那过后你还有进行？你说刚才我们阿亮来，我们说回整容，你还有进行一系列的这一个整容，怎么样的整容？就拉皮、脸皮，然后下巴，双下巴，还有呢？法令纹，因为法令纹超级显老，无论你在什么年纪，你有法令纹都看上去会稍微比较老一点。所以你就把那个法令纹，就是说消除掉。填充吧，算是填充，就把它填平。然后呢？然后看起来会比较，像额头啊这一种，还有我就没做，我就没有做，都是在美里进行，都是在美里，但是我的微整师有一些是外地来的，像我的鼻子其实是印尼的整形师。他是一个变性人。那你前后啊，你还记得你自己在你的脸上，你允许别人在你脸上动刀动了多少次？允许啊。就是你大概前后做了多少次脸上的这个修整？脸部。其实双眼皮我就做了8次。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次？这个我真的不明白。双眼皮我前后我做了8次，其实。我做的每一次做的会比一次更危险，因为我很专注在我的眼睛嘛，所以偷偷我就埋线我就埋了几次，过后达不到我要的效果，过后我就另外一个整形师就跟我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新的技术，就是用焊接，它是算是烧焊的，它是很烧的一把2头枪这样，它就这样。很烧，就算你打了麻药，我那时当下我真的整个人要晕下去，然后就会看到图上面的那一个可以肿到这样，它是烧成一个弧形，然后它再埋线进去，做的当下我真的会要晕掉，为什么？因为你完全可以闻到你自己脂肪的味道。就是烧焦的味道，当时我也是想过放弃，我不想做了，因为真的太恐怖，我做完1只眼睛，我另外1只很不想再做了。你怎么坚持下去？就是说我就想，一定会变好看，就是这一个，就是我是说我做每一项都是跟我自己说我会变好看，但是也是会有可能失败，你自己很清楚知道，如果每一个手术，不管大大小小的手术，失败的后果，对，其实在做任何都有看过他们失败的，就可能做到眼睛很没有神，或者是sorry 啊，这样意思就是说那个失败的那个例子是医师给你看了，还是你自己给自己的那个心理的辅导？就是你自己去 internet search 啊，自己看的案例。对我自己，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因为他们说肯定是把自己的手艺说的完美，对，所以还是我会去看失败了过后会带来什么后果。你自己有想过那个失败的后果怎么承担吗？我如果你说，我就说算了。如果是万一真的失败，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父母亲。如果万一真的失败，失败所谓的失败就是不只是样子变不好看而已，可能会危害到你的生命，可能做这些眼睛可能还不至于会到失去生命这么严重啦，但是你可能会看不到。可能你的如果他做不好，可能你睡觉你的眼睛就是张开的，因为我看过这些例子，大概就是这样，你眼睛是关不到来睡觉。可是今天 ，OK， 我想问，在这么多10多次 ，OK， 做的这10多次整形 ，OK， 到今天 ，OK， 你其实还有下一个步骤吗？你想要弄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其实如果还有机会，我还想要再去整，我很多东西很想要整，很多东西，对对对。来来来，一说来听，要整哪里？我是想要把我的鼻子先整过，因为我怎么弄？因为我很喜欢的鼻子是洋人的鼻子，它是高挺的。因为像我在做的这一个骨粉是达不到我要的效果，但是我当时说开刀放什么假体这些在这边不流行。可是对不起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要谨守这一个防疫安全措施，所以我不能叫阿亮把口罩脱下来让你们看。有机会的啊，可能接下来我们再请阿亮偷偷拍几张照片放上 Facebook， 放在我们今天 live 的那个 comment 那边，让你们来看一下。OK， 这样可是在这整个过程阿亮 ，OK， 那叫应该是花了不少钱吧？你大概算得出自己已经花了多少钱吗？3万，3万，超过，对，超过，那你很努力工作了，自己，我就很感谢我的这位朋友，因为都是他借我钱，然后我才有机会慢慢的去还，我做的这一些都是，因为我不能存到钱才来做，为什么？太慢了，我是一个很急性子，我就说我第一看我朋友做的时候，我就直接说我也是要做，所以我不能等到我存到那笔钱我才去做，所以我就这个朋友就借我，然后我就每个月慢慢的还咯，靠你的那个薪金来还，靠，对对对，靠工钱呐，就是出粮工钱，再还，哎，这样告诉我们一下，在这2年。Okay， 你说接下来有机会，你还想再弄鼻子？刚才还有呢，还想再弄一些，再把自己身体五官哪一个地方了？不一定是脸，可能你想弄的不只是脸，其他部位你还想再让哪一个部位变得更好看、更美一些？抽脂肪。哦，你还要抽哪里？肚子。那还有脂肪好抽？有啊，肚子啊。不用抽哎，你已经这么成功，可以在两个月减了这样多。因为其实瘦下来过后，对，来，那些皮是比较松弛的，所以因为我又不喜欢去 gym 拿铁，因为我去就是跑步，就是那些骑脚车这样的，但是我就不拿铁，因为我不喜欢，所以我很难达到那一种结实的身材。所以抽脂就是令身材更结实。把你多余的脂肪抽掉。其实我现在如果可以做，我最想做就是还是我的鼻子先把它做掉，因为我的鼻子可能时间做了一段时间，它开始有一些泛红。它会红，然后是不是因为口罩弄到？不是，其实在这一个，这个疫情之前，其实我就有跟泰国的那一个医院有去了解过，我想要做，但是机票我是买好了，但是过后就封，就不能去到现在。我想要把我的耳软骨抽出来，就垫在这边，它垫进去。还可以这样子。对，最起码它是你自己的骨头，它会跟你的肉结合。就是把那个鼻子做高出来，挺起来。对对对，因为我很喜欢洋人的鼻子。这样子来说一下哈，来，我们谈了大概40分钟，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在你心目中，你认为怎么样的脸型，是你觉得最比较好看的？其实我没有，有例子吗？没有，我除了很欣赏洋人的五官之外，你说我想要把我自己整成，所以我是没有过这个想法。哦，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以为整容就一定是你一定有一个目标。可能男生跟女生的想法、要去接触整形的想法是不，也可能我要把它变成，范冰冰、Angelababy， 但是我没有，我只想把自己变好看。哦，那你的好看的标准，眼睛，你觉得谁的眼睛最好看？谁的眼睛最好看？还是洋人的。洋人就是不是说一定要是某个特定的人，对哦，就我很喜欢洋人的五官。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没有问到，我现在明白了阿亮怎么样眼睛会变得好看，怎么变瘦。可是我还是不了解你怎么样可以变白呢？变白我是长期有打美白针。长期有打美白针。哦，所以美白针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来解释给叔叔听一下，我真的不明白，对不起。美白针其实它不单单是美白，它还可以让你身体里面排毒，肝脏排毒。只是说你选的美白针它有没有这个功效罢了。有些可能它很专注在美白，所以它的排毒效果就可能没这么好。所以看你针对你想要的是多排毒还是你要多美白。所以这个美白针是打一支就有效果，还是要持续一支？其实是要持续去打的。哦。之前打美白针的时候，我要去到医院，就我自己买的那一个产品，然后我去医院给医师打。但是现在我就自己打。是因为你已经熟悉了。对，自己熟悉了怎么打。哦。所谓的医院是私人医院、政府医院。私人医院、政府医院不可能会跟你做这一些东西了。所以前后打了多少支美白针？数不清。价钱会很贵吗？头在给医院打的时候是很贵的，很贵。到自己开始打的时候就可以节省很多那种针钱啊，因为你去医院你开一个针，它就算你多少钱。所以你要买材料，你又要给医院手工费。你自己量来告诉我们这多少年，从你开始整形到现在经历了多少年？从开始整形到现在8年。8年。你有想过自己有哪一天要停下来吗？做到怎么样的地步你觉得会很满意吗？如果是现在的想法，我只有说我有钱，我还是会去整。因为我真的很怕给人家说你长这么丑。可是你现在已经很好看了。人不满足吧？人都是不满足。这你有没有一个标准？我意思是说，做到怎么样的标准？整到什么时候就？对，可能我自己觉得很完美的时候，其实现在。像我的眼睛还是一样失败了，现在做的就很像我的眼睛，如果我关起来的话，它就很像一个火车路，一节一节一节的。所以我也去问过医生，真正的整形医生，他说你这个一定要大面积的把它切掉，但是你还是会有风险，因为你当你大面积的把它切掉，你可能会面对你眼睛睡觉关不到。就是那个肌肉不能控制。对，因为我其实我这一粒眼睛现在已经没有那种细胞吧，算是细胞吧，那种再生的细胞吧，应该算再生细胞。来叫我们探讨一下了。如果你觉得我问的问题令到你感觉很不舒服，你可以不要打我。好，像在这8年来一路这样走来，一直把自己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更美好。对吗？这样变得更美好的同时间，你一定是需要有人，就是像你刚才所说的，你当别人批评你、霸凌你、讲你肥宅的时候，你不高兴，对吗？像你变美的时候，你也需要别人的赞赏啊，你也需要别人说的你好看啊，对吗？那个自我肯定，除了来自你自己，来自身边朋友 ，OK， 你一定也是需要伴侣，需要男朋友、女朋友 ，sorry。来去肯定你，这样你是不是因为你有爱人，所以令到你一直追求，想令到自己变得更好，会这样是这样子吗？其实有没有爱人，我觉得我还是一样会去做，因为活着只是为了我自己吧，就是我为我自己而活，所以即使有一天我真的不在了，我还是希望我的样子是美美的，好看的啊。哦，像这十多次的那个整容啊，其实有没有需要像保养那些什么东西去的呢？后期是不需要了，就你前期刚做的时候是需要。哦。嗯，你很多东西都要借口，因为其实当你做任何整形，你一定要吃消炎药，但是我对消炎药特别的敏感，所以也是导致我修复的时间会比一般人的长。嗯，像刚才我们在访谈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亮远说到家里人其实蛮反对你去整形的啦。像这一路走来，这几年来，怎么样开始慢慢的那个磨合，怎么样开始到家里人，到现在还会很激烈反对吗？还是你已经没有跟家里人住一起了？不是我做什么，做也没有去说，就这么大了嘛，你总是要为你自己做的东西负责任。嗯，所以我会去知会一声，如果我真的要去做，还是会去说了，我会去说，但是我最后还是一定会坚决我要做的东西。嗯，家里人还会像以前小时候开始这样子激烈的去反对你啊，还会讲你什么，还是都什么讲安坏讲安白，算是一个眼睛开一个眼睛关吧，没有什么要讲你了，免疫了，他们已经免疫了。哎，这8年来哈，你个人的感情生活来讲给我们听，有没有因为你变得已经更好了、更帅了，有过很多段很 perfect、很精彩的感情？没有，我是因为你自己太保守，也不是啦，嗯，也不能说很保守，就我认定一个的时候就一个，嗯，所以当然变好看之后会有一些更多的那个感情，更多的机遇，我们说更多机会，能更容易跟别人接触，嗯，他会。让我有一些条件肯定会比较好，但是我还是会想着谁在帮我，谁让我变得这么好看，谁借我这些钱去做的这些东西，所以到最后我还是拒绝了。嗯，那听你这么讲，这个帮助你让你整容的人和你关系非一般简单。很好吧，算是很好的朋友。嗯，比朋友还好，比朋友还好。对，超过朋友的关系，算是我已经把它当成亲人看了吧，家人。嗯，对。嗯，变成家，可是你的家人和你男女关系应该没什么冲突吧？如果是说是没有冲突，我家里人从头到尾也不干涉我的感情生活。嗯，只要好好来就好，就是好好来就好了。嗯，可是刚才我听阿亮说，在你这几年呐，你没有说什么很长的一段，听你言下之意应该是没有很稳定，没有很长的那一个感情生活，这个感情状况应该是蛮空白的。是不是因为有这个朋友在帮你？可是朋友帮你和你有没有感情生活应该没有太大冲突哎。嗯，就怎么说，就可以算是没有冲突吧。嗯，但是在一起我们也不会想到好像爱情这样，就很好，就是很好的一个关系啦。嗯，他就跟他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这样。也没说一定要爱情或者是什么这样。嗯，所以我把它当成是我就是在这一个我出来社会过后的一个贵人，很好的自己。嗯，算是自己，对，算自己。嗯 ，OK， 来说一下，其实我还有一样东西很有兴趣，给阿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你手上的塔兔。除了整形，我觉得你的塔兔也很美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刺青？也是出了社会过后。哦。嗯。这刺青，我家里人也是非常反对的。是哈。非常反对，但是我每一次都是刺了过后也是先斩后奏。因为整形我就没有试过，刺青我试过。现在有阿亮来跟我们讲一下，这样到底是刺青？你说刺青比较痛，那个我们说肉体上的痛啦，那个真正我们感觉得到的那个痛楚，哪一个比较痛？整形跟刺青对吗？刺青我就没感觉到任何的痛，不会，而且它刺青跟整形它是一样的，会越做越上瘾。你做完这个项目，可能你要再做下一个项目。你吃完这个，你还想要再吃另外一个。可是会不会就是因为刺青可能就没有那一个生命危险，对吗？比较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的确是很安全的啦，真的很安全。所以你就少了那一份紧张，所以你就不会感觉到这样痛，会是这样子吗？其实刺青也给我了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印象，就有一次刺我刺在脚，过后它是烂到已经那个肉是这样进去了，它已经是烂，对。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吃抗生素，刚才你说的那个抗生素，你对抗生素很敏感，还是因为你没有？因为就是我皮肤很敏感，所以我做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一定要非常小心我吃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修复时间的保养。就是这样，但是我那时也是刚接触，就发生这样的事。可是你还是很勇敢的吃了很多很好看的刺青啊。我还是会想要吃。来跟我们说一下哈，亮啊，像今天呢，我们来轻松一些。像亮说，你之前因为可能是有朋友啊、同学啊，就是说你。去言语霸凌你，讲你，令到你很不舒服。像今天你为什么这样大胆上到来我们My Talk，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你的整容的这一个心路历程？你没有担心过，等下在 internet 有人会 comment 你、霸凌你、讲你不好？其实、肯定会，你做任何东西都肯定会有支持你的声音跟反驳你的声音。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说，你喜欢做什么，只要不违反、不犯法，你就去做。我觉得在这一边真的，我看到一个很清楚，在阿亮身上一个很好的分水岭。我看到今天的你有了那个自信。好，和你说的以前，对不起，虽然我不认识以前，现在镜头里面的你，啊，镜头我们看到那个照片里面的那一位你。啊！但是我认识今天的你，从你今天的你口中说出你以前的这一位啊小弟弟，可能他是因为很多东西不敢讲出来，放在心里面，所以你觉得很压抑，你觉得很 depressed， 对吗？很压抑，所以甚至你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今天从你口中，你看你勇敢的在镜头面前侃侃而谈，我们也已经谈了50分钟，没有问题啊。对吧？你能把自己的心路历程说出来，你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你甚至也还可以劝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advice， 努力的活出自己，活出精彩的自己。所以我觉得你无形中在这8年已经把自己的那一个自信心很好的建立起来了。其实，如果是说以前的话，我是完全就没有一个自信心，但是到了现在，其实我还是一半。我还是一般是没有自信的那一种。可是我觉得你很好了，在镜头面前，我可以大声讲，没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胆量上来这样子啊，上来面对主持人，上来面对大众，上来面对观众，对着镜头侃侃而谈，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姑且不论我们说得好说得不好，但是要上来站在这个镜头前面，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观众朋友们，让我告诉你一个小小的内幕，我告诉你哦。我主持人 Alan 虾到从我联络阿亮啊，虽然我老实说，我知道他很久，因为我通常都是在 Facebook 偷看别人的，没有啦我知道他很久了，可是我没有联络，没有叫他邀请他上来啊。到我真正邀请他上来，到今天他来到镜头面前，前后应该是大概就72个小时。而且我没有准备任何讲稿给阿亮，我就只跟他要求几张照片，分享一下他的心路历程。他今天能站在这一边跟我们侃侃而谈，谈他过去做过的东西，他将来要做的东西，我觉得已经值得我给他85分以上了，真的是很好，谢谢，是真的很好。我觉得亮，其实你自己应该也懂。今天我觉得你最大的个人的收获应该是你找到自己了吧？这8年走来，对，你应该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谁，接下来应该怎么活。就现在现阶段，最起码没有人在说胖子，因为你这么丑。信心多少会有一点，会因为这一些改变而建立起来。但是还是会有，因为现在网络世界也是很强大，键盘手什么都很多。对，很多 laptop。很多人就是在很多人就是在电脑面前打对，但是不敢露脸。讲很厉害，甚至有脸也是假脸。是假人。好 ，OK， 所以今天阿亮可以上来面对，真的是很好，我觉得真的是 bravo， 很 perfect。我觉得你已经把你自己活出很精彩的那一面了。其实我上来的一个目的也是希望，其实霸凌现在真的是很严重，是一个很严重，所以我是希望，就是当你面对很多被霸凌的问题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你要去向人家倾诉你的遇到的问题。如果你只把你自己封闭在一个自己的空间，就可能会导致。我之前那一个想法，可能要结束自己，所以这是非常也不负责任的行为，也非常对不起父母的行为。这边真的是也跟我们的趁机会打广告一下了啊，给我主持人打广告一下啊，观众朋友们，你们其实没有必要，真的没有任何需要去封闭自己，把自己锁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没有，放心啊，你真的想找人家谈天，你想把你的话讲出来，你觉得我很潮，可以你联络我 ，OK？ 你想要自己上来在这一边讲1个小时可以，你跟我讲，我安排一个时间让你自己讲，我不要讲。啊，让你把你自己的话讲完都可以，没有问题的，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个存在价值。好像今天我们的阿亮就上来啊，让我们发现到他自己的，我觉得真的是这一个东西。OK， 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整容好不好，应不应该，不是。啊，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让你知道的就是阿亮啊，已经从一个很没有自信心。自闭，压抑的小弟弟啊，蜕变成今天勇敢的阿亮，在镜头面前啊，让你可以跟你来剖析他走过的心路历程，他一路来走过面对的问题，甚至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的目标，他知道自己人生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这就是一种勇敢的那一个行为。姑且可能观众朋友们没有觉得这是我们阿亮在对抗着霸凌，但是就没错，他就是在对抗着他的霸凌，对抗着从小到大身边一直有不断的那个霸凌，不断的在发生，从任何每一个四方八面而来的那个言语的霸凌。Okay， 而今天他赢了，他坐在我们面前，okay， 他已经赢了。我告诉你，他虽然很谦虚，他说还没有完，他还要继续再整容下去，可是我觉得他其实已经胜利了。在接下来的只是让他把自己变得更好一些，可以这么说吗？其实心理的内心真的要很强大。你要现在你整容都好，还是你做什么都好，肯定就是很多人一定会指责你，所以你心里一定要很强大，去面对你可能会被攻击的问题。来，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差不多啊，也感谢阿亮陪了我们整大概1个小时。在我们还没有结束今晚的这个访问之前啊，来请阿亮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来说一下，或者是我们说 roll up 一下，我为什么要整容？就针对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啊，来补充一下，说一下阿亮为什么要整容，接下来为什么还要整容？啊，你想一下，在阿亮在整理一下他自己的思绪的同时间，观众朋友们，请允许我再一次呼吁啊，大家，我们除了很需要你们的追踪、赞和分享之余啊，我们也很需要你们的这一个慷慨解囊，你们的高抬贵手啊，希望你们有能力的可以赞助我们，多多少少赞助我们的这个制作费，让我们有能力。它支撑我们自己的生活之余，帮助我们的这个制作费，也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有更多的这个魄力、精神来去做更好的节目啊，来回馈给大家。好，剩下的这一点点时间，我们交回给今晚的嘉宾阿亮。为什么我还想要继续在这？就我还想要成为更完美的自己。我还想要成为更完美的自己。好，很好，真的很好。我觉得这个就是阿亮努力活出自己精彩的那一面的那个最好完美的呈现哦。然后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来交代、来叮咛，甚至更好的那个祝福吗？如果有想要做整形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先了解你整形师，先了解你整形师的作品。或者是他的经验，一定要，因为这关系你以后还是你以后要走下来的路了，就可能你还是会面对失败，所以还是要很谨慎的去选择，也不要因为盲目的想要跟流行而去选择整形。对，还是这样子啦。哎呀，简单点啦。如果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需要任何的 advice 关于这一个整容整形的话，联络阿亮就好了啊，交个朋友啊，大家互相通一下讯息，交流一下也没什么吧。至于要怎么找到阿亮，我觉得其实蛮简单的，他可以面子书，可以 Messenger， 或者是可以联络我啊。方便的话，我也会forward 给阿亮，通过他的允许啦，当然才把他的那个联络号码分发给你们。好，接下来时间真的是今晚差不多，非常谢谢，再一次感谢，非常感谢陪了我们1个小时的观众朋友们，谢谢阿亮愿意上来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晚安，下个星期3再见，晚安，拜拜。